电机的一部分元件需要电子操控，在核爆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核电磁脉冲，对电子设备的干扰是最大的。如果不进行有效的保护，会使整个的测量系统全部失效，从而导致数据测量的失败。我想，这就是有些国家不能够完全取得数据的原因。所以，机电动力有很大的风险，而机械动力则完全不受这些干扰。坐吧。 我认为你们的方案很有创意，不过用机械动力作为测试仪器的动力确实有待考证。你们要抓紧时间确认，不过不要钻牛角尖儿，以免浪费时间。看见没？人家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们那不屑一顾的眼神。他们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确认我们的方案。 我们手上的资料，我恨不得用放大镜去找，什么都没有。但至少，我们看到了电机动力的弊端，对吧？我个人倒是觉得，用机械动力作为冲击波测量仪的动力，这个方向，值得我们放手一搏。哎，林俊德，哎。 你不愧是机械力学的高材生啊，什么都能跟机械联系到一起。哎，看来哈军工两年也没有把你这个机械力学的脑子转化到爆炸力学上来。那你说，这个电机动力和机械动力，就这个冲击波测量方面来说，哪个更有利？行了，我不跟你争了。那可不行，这关系到咱们将来的研究方向。机械力学呀，那还用说吗？你的那个约法三章第二条是什么？谁对停谁的。 那就朝这个方向努力吧，我的正轨同志。是。一、二、三、四。上房去。 一点进展都没有。如果再怎么下去的话，我在想，是不是去找陈老师申请要一个小型的发电机，这样咱们多好办。我听那个郑和平说，他们组进展也不太快，但已经有门了。人家人多呀，热火朝天的，再加上那个专家组长点子多，估计啊是离成型不远了。以后别的组的事儿啊，你别告诉我。 我不感兴趣。知道一下怎么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我们现在要战胜的是咱们自己。哎，你这个人怎么？郑国，咱们再坚持坚持。不过最近咱们查资料，又要等公交车，还得再倒车，这太浪费时间了。我在想，咱们是不是可以搞一台自行车？自行车？你疯了吧？来回五六十公里呢。咱们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 咱们再换回来。小林，郑国，陈老师，哎，你坐。怎么样，有眉目了吧？没什么进展。不知你们想过没有啊？冲击波
和十二级风的根本区别可能会影响我们测试仪器的设计思路。一个是核爆炸力学范畴，一个是自然风力作用。只有认清了这两者的本质，可能才会更好的让我们在短期内找到方向。谢谢老师。慢慢来，别着急。重要的是。 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对了，最近所里呢来了一些资料，有时间找几本过来看看。好，行，你们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哦，对了，差点忘了，这个借我用一下。老师再见。哎。 司令员，政委，找我有事儿。啊，这段时间潘奇贵给你来信了没有？情况怎么样？来两封信，说一切都好。我是问你他的腿如何？腿没有提，司令员，他只是说想马兰了，想早点回来。哼，政委，听见了没有？还惦记着回来呢。所以啊，要找个适当时机尽快告诉他。是，司令员，新兵训练已经结束了，潘奇贵可以回来了。 他呀，恐怕回不来了。为什么？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哎，政委，还是你跟他说吧。来来，您坐下。司令员，不会是把我派去到那边跟他会合吧？嗯。主要啊，是想让你做做他的工作。做工作？嗯。这次潘喜贵到通州做教官是司令安排的。 主要考虑他的腿伤，这么多年在大漠戈壁行走，受了不少的罪啊。司令跟我说，和平年代了，给他安排一个少受罪的地方。我们已经向北京总部请示了，这次潘喜贵完成任务以后，就留在某研究所工作。如果他有什么想不通，你做了他的工作。 我还想不通呢。报告司令员政委，我不同意。哎，哎，我是，快，快，快跑！怎么了？又梦见什么了？梦见核爆，我跑不快。 训练结束了，咱们就要分开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呢。他们人呢？哦，我让他们啊去帮助男兵同志们洗洗衣服、缝缝被子去了。当班长的就是不一样，想得周到。哎，你怎么回来了？哎呀，累死我了！洗完衣服我干嘛不回来啊？ 再说我也不会缝被子，我的被子还是舒琴缝的呢。这是女孩应该会干的活，你什么都不会，当心嫁来嫁不出去。哎，你可别忘了啊，咱们训练第一天，潘教官就说了，当兵的不分男女，我干嘛要学习缝被子呀？那人家男同志的被子不都是人家自己缝的呀？难不成？
还都你缝的，行了行了，别吵了。静怡，你过来学着缝两针。不学。这可是潘教官的被子啊。哎，要不你教教我？哎呀，我来。哎，我学一下。哎，哎呀，别缝了。 我找着了，你疯了！你上哪儿找的这些破玩意儿？你这一个还不够闹的！哎呀，你是不是病了？我才病，我找着了。 我表呢？在这儿呢。我问你啊，你说挂钟、闹钟，哎，还有这手表，它们动力是什么？这还用问？发条啊。那航天仪还有气象仪，它们的动力又来自于哪？我也查过。 钟表是发条，那你有没有想过，发条是不用电的？你是说，咱们找到了？找到。但是咱们还不够高兴啊，因为普通这个闹钟的发条动力还不够，咱们必须自己设计一个能够适用于冲击波的大功率发条。那这是你强项啊！ 你赶紧设计，我报告陈老师去。哎，能先给我口吃的吗？我饿了。我给你打去啊，你打饭去。没想到老师这么快就肯定了咱们的方案。 接下来的工作就复杂了，只要正式图纸一通过，咱们就得开始做，怎么做，拿什么材料做，这都是问题。是的。所里又来新同志了，马上就进院，你们跟我接一下，帮他们拿拿行李。好啊，走。到了，我们到了。来来来，我帮你们。来，来。 同志，跟慢点啊，大家小心点，帮帮忙。静怡。
陈国哥，真的是你吗？是我。给我吧。 你好，我叫王淑琴，谢谢你。不用。走啊。 我不能留在这儿，您还是让我赶快回马兰吧。这是基地首长亲自决定的，况且咱们这儿也需要人。你暂时在保卫部门工作，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政委，请您帮我接通基地张平玉司令的电话，我要跟他通话。 接张司令。是。司令，北京来电。我是张廷玉。司令，司令，我是潘喜贵。喜贵啊，怎么样？一切都好吗？司令，我要回马兰，我不能留在这儿。喜贵，你听我说啊。司令。 我跟你枪林弹雨走南闯北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您还不相信我吗？我没有亲人，没有家，因为有你和十五在，马兰才是我的家。您就让我回家吧。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您要是不让我回去，我会疯掉的，司令。喜贵啊。 我们也非常的想念你。我们的本意是想让你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这样吧，研究所同志马上就要来马兰了，我答应你，在那边暂时工作一段时间，等他们来时，你再带着他们一起回来，好吗？司令，你说话要算话。 我向你保证，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请这位接电话。是。报告。进来。重庆部苍南二组组员李霞前来报道。李霞来了，来坐坐坐。谢谢。 林组长，这一屋子的零部件和钟表，知道的明白我们是在搞核试验研究，这不明白的，还以为我们是开钟表铺的呢。是啊，要是我这钟表铺能把测试仪器做出来，也算是开对了。嗯，林组长。 今儿咱们又添了一个女同志，这林家铺子也算是正式开张了，恭喜了。嗯。进。郑峰哥。静怡，你怎么来了？我们路过这儿，顺便过来看看你。你们是哪个小组的？嗯，冲击波测量小组。一组还是二组？嗯。 我们是一组的。哦。
俊德，终于拿回来了，你看。好啊，外科有了，下一步给他装心脏。哎，淑琴，你每天去生研所，看没看见过天安门？没看见过。 好像离得挺远的。来通州已经半年了，我每天都是训练营、研究所、宿舍、实验室，我连部队大院门我都没出去过。其实我就是想看一天门。其实要说啊，淑琴比咱俩都要有资格，起码人家北京城里都跑了多少趟了。其实，我跟你们俩也没什么区别。 每天都是两点一线，从我们所到生研所，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样，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哎，不过我看见老槐树了，这算是老北京的标志嘛。哎呀，我现在就是希望咱们的研究项目赶紧的完成，我好穿上军装去天安门拍张照片，回头寄给我妈，让她也骄傲一下。 李霞，啊，你们组的情况怎么样？听说样品都出来了。嗯，是的。怎么样啊？啊，说说，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样啊？啊，总之啊，嘘，保密。哈，还卖上关子了。静怡，啊，咱们组保密吗？ 反正我听说他们组设计的是个小个子，我们组的设计是一个大个子，需要好几个人抬呢，要不怎么能抵挡得住冲击波呢？还有啊，我们组长不愧是海外留学回来的专家，人家的思路完全不一样。不过说实话，我挺担心你们组的。 可是我们林组长他的想法是很特别的，而且陈所长和专家们都已经认可了我们的自记仪，说是土法上马，花钱又不多，是值得提倡的思路。其实我不是很赞同静怡的说法，形状大小不是成败的关键，再说咱们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借鉴。 所以到底谁能够成功还不好说。我怎么觉得有人胳膊肘往外拐啊？哎，你应该去林俊德的组。杨静怡，刚才是谁在担心人家来着？李霞，嗯，你跟他换换挺好，这样他就能天天陪着他的振国哥了。对，我干这就行。王淑琴同志，换换呗。 你学坏了啊！哎，葛林，这都几点了？又5点了，又快天亮了，你睡吧，别再研究了，好吗？啊，别再研究了。 差几个步骤，就快了。郑国，你看成了，钟表是压力自己。啊。 哇，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钟表是压力自己仪了。嗯，理论数据倒是很理想。
不过这个小盒子，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钟表式压力自己。钟表式压力自己，这个名字倒是挺贴切的啊。大家是不是觉得它的结构比较简单？但是科学从不排除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达到最理想的目的。在满足功能指标条件下，任何仪器都不是越复杂越好，而是越简单越好。 嗯，目前我国经济困难，工业也不够发达，像这种土法上马，是少花钱办大事儿，另闯一条路子。如果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各位专家、各位老师，我知道你们对它还有点不放心，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用钟表发条作为动力，可以完全不用电池。与它相比，电机既复杂又昂贵。 这也是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所进行的一种设计。如果成功，也算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式压力自己。好。哎呀，你们就看看，千万别动手啊！这小东西够秀气的了啊！哎，淑琪，你说都是同样是机械原理做的，怎么跟咱们那个？ 内部不一样呢，依我看，是完全不一样。说这么小的东西，它怎么能抵抗相当于12级台风的冲击波呀？你别拿呀，看看。你瞎担心什么呀？抵抗不了，那人家林组长做它干嘛呀？这是最基本的条件。林组长一定是演算验证了无数遍了，一定是。 哎呀，这一可一个林组长，哎，你是不是喜欢那个钟表式压力自己了？瞎说什么呢？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想些什么啊？说着说着就跑偏了。来吧，快抱着林组长坐的。别拿了，我才不抱着呢！你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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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 干什么呀？你们这是？是要你们进来的？谁批准你们进来的？雨香！ 关心一下嘛，别好心当成驴肝肺。你这叫关心啊？啊？你这叫关心呐？看看不行吗？不行。我们就是想学习一下，也不行啊。出去！ 有那么不通人情啊？是咱们不对，咱们没经允许就进了人家的实验室。那哪是实验室啊？明明就是宿舍嘛。那是宿舍，是办公室，也是实验室。再说了，
没经允许，咱们还动了人家的仪器，还差点给人仪器摔了。你想想，人家花了那么多的心思，那么多的时间，才做出的成果。咱们的专家组长比这更严格，我觉得这是做科研的作风。哎，要是没有郑国哥呀，我才不想去那儿呢。哎，你心里还想过别人吗？我心里不是还有你吗？上大学的时候就整天郑国哥郑国哥，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可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也说淑琴姐了。去，没听见，没听见，没听见。哎，你怎么会没听见？淑琴姐，淑琴姐，淑琴姐，姐，我就是说了。老林，我都搜罗了一遍了，再找不到更合适的材料了，你看看吧。先找几个试试看，实在不行给苏雷打报告，到一级厂去定做几个。好。哎，李霞呢？啊，我让他休息半天。一组进展很快，咱们得抓紧了。那当然了，人家是正规军，咱们是游击队，论装备就比不上。咱俩加一块儿，也就是一个半级工，完全是土法上马，慢一点自然正常。哎，对了，杨静怡他们依然担心，咱们这个小东西能挡得住冲击波吗？花苞没几天了，必须在这之前把它敲定了。俊德，哎，思考也是劳动，先把饭吃了。慢点，别着急。小时候我总是猴急，我妈刚煮好的汤圆，我没等凉就吃，老是烫嘴。后来我妈告诉我说，不着急的孩子才有口福。是啊，我也想我妈了。怎么了你？有了有了，有了！掌柜的，有了有了！真没想到，是咱老妈的绣花针解决了自己一记录的问题。咱妈立大功了！绣花针万岁！妈妈万岁！绣花针解决了记录的问题，圆形解决了外观及受损的问题，成色醒目，便于回收。谁也不会想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小盒子会跟核武器联系到一起。下面就要看它能记录多少数据了。我看它简直就是个工艺品。这回，你可以请你的那些同胞们来参观了。真的？嗯。是林大掌柜的内部邀请啊。知道了。
好啊，可以，数据成功了。现在我宣布，林家铺子最新产品发布会现在开始。 我们首先有请刘振国同志讲话。同志们，我们面前的这个橘红色的罐头盒子般的东西，就是中国土生土长、没花几个钱、土法上马的测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实压力自己。它是林大掌柜的想出来的主意，是两个毛头小子，外加一个小丫头一起捣鼓出来的。 现在，有请林掌柜的说两句。首先，我想谢谢大家，因为这是我们集体的心血。这个小东西的确费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和功夫，但是现在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我还不知道他能不能够接受实战的考验，所以我想请大家。 先提提意见，请问林掌柜，它真的能抵抗核冲击波吗？我们这一次的核试验是大气层核爆，也就是陈老师提出的塔架式核爆，属于地面核试验的一种，在试验当中，我们只需要把它埋在地下就可以了，所以安全上没有问题。不用电池倒是很大的长处，可是。 还是要看最后的表现，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还是心里没底儿。我非常理解大家的顾虑，毕竟这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儿，以前都没用过。但是没关系，我们不怕失败。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给撬起来。我相信，它就是我们的支点。 咱们一定可以把地球撬起来。1963年底，全国1000多台套测试设备仪器聚集到了燕山脚下，进行核爆前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化爆试验。林俊德小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就在其中。化爆试验是核爆试验的必然过程。 这次画报试验就是要标定所有参试设备和仪器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此时的林俊德作为最年轻的组长，与海外归来的学者、业内专家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林俊德深深地明白，他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加上咱们全国10个冲击波小组都来了，哪个都是专家带头，我这心里还真是没底儿。哎，你看呢？你说他们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我估计啊，肯定是说林俊德那破罐头盒子生锈了吧。我倒是希望咱们小组，还有。 林组长的小组都能够收集到数据，我觉得咱们小组是肯定没问题了。其实还挺担心他们的。报告，进来。所长，一组测试结果没有获得数据，二组结果没有获得数据，三组结果没有获得数据。直接看看。 有没有获得数据的小组？您看这个，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这是哪个小组的？林俊德小组。同志们，根据现场数据监测系统的反馈，各小组数据监测回收，8个小组数据回收为0。 一个小组回收为3%，一个小组数据回收为15%。经专家组讨论，
一致同意，林俊德冲击波测量小组因记录率第一，获得首张进入马兰基地的通行证。你说咱们这次装的仪器应该有一卡车了吧？十个大箱子呢，应该是。你在想什么呢？如果是这样，我想押车。押车？得先坐火车，然后才是卡车运。押车估计轮不到咱们，你就别操那个心了。咱们的自己仪这几次测试性能还不错，但我还是不放心，因为记录的清晰度和准确度上还远远不能达标。如果是真正的核爆，清晰度不够，就等于是失败，一切都还是零。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的队伍一周后就到达了。好啊。此刻，马车的歌声已经停歇，婴儿在母亲的怀里睡熟。来，大家都过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大家照张相。来，妈，我来了。同志们，我怀着敬重而又骄傲的心情，欢迎你们。